大家好啊，我估计大伙儿都在睡觉呢。我是本来计划周六晚上讲那个题目，结果周六我看我有点事儿，大伙儿反应不是太热烈，所以说也就没讲。昨天忙也没有讲，现在起来得早啊，就跟大家唠叨唠叨，都安静睡觉呢。等我醒了之后，等大家醒了之后吧。能听听人情吧，很有悖人情，但是法律规定上是没有办法的。就插一句说啊，这个我想结合刘强东这个案子，来谈谈强奸罪这个定性这个问题。这个在司法这个活动中啊，在定罪上是这个比较这个实务上有难点的这么一种犯罪吧。强奸案呢？在中国法律上一直是重罪，在别的国家法律上呢也是重罪，但是呢没有中国这么判的严重。中国呢，把它当成是这个侵犯公民的个人人身权利的一种重罪，就违背妇女意志了。它侵犯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呢？当然，具体的受害者是具体。受害妇女了，但是从法律的界定上，那下面第三个我来讲一下这个强奸罪定案的这个难点都在什么上？为什么说它非常难定案？犯罪的种类上，在侵犯的客观对象上，认为它侵犯的是妇女性命不可侵犯的权利，在量刑上呢，一般是3年起刑，10年以下。或者是10年以上、15年以下，严重的到无期徒刑，最严重的甚至到死刑。强奸案过去是比较严重的，是带来死刑的。这么一个这个比较重大的这个刑事犯罪吧，在定性上呢，往往有比较模糊的地带，因为不好判定。我今天呢就照这个题目来讲一讲。首先呢。讲一讲这个犯罪的这个定义啊，是什么呢？是以暴力、胁迫，或者是其他方式，这个违反妇女的意志，与之强行发生性关系，这是强奸犯的这个强奸罪的定义。手段来看啊，它这个最显著的特点啊，就是这个暴力。胁迫这个特点，或者加上一些以其他方式、其他手段，主要特点是暴力这个特点，以暴力或者是暴力相威胁，但是违背妇女的意志啊。如果要是那个没违背妇女意志的那种暴力，是吧？这属于个人的这个性上的癖好，这个人就比较喜欢这个，没违反他意志，那这个你就谈不到强奸。在正常一般情况下啊，怎么看是不是违背妇女的意志呢？那是不是就得是看呢有没有暴力，或者以暴力威胁，或者是有其他手段？典型的就是暴力和暴力威胁了。这里的胁迫是什么呢？一般呢不是指用暴力性的胁迫，因为用暴力性的胁迫就属于暴力的这个行为特点之一了，就不单独列了。那怎么叫胁迫呢？比如说抓住这个妇女的隐私，你比如说网上公布她的什么什么裸照、照片之类的，或者是什么的呢？把她什么隐私，她有些犯罪啊或个人隐私情节向社会公开，或者说知道这个妇女呢，与第三者有这个婚外情，然后呢把这件事呢，向妇女的丈夫去揭露。以这个来胁迫、强迫与妇女呢发生性关系，这都叫胁迫手段。上来说呢，这个是暴力，但是你即使一点暴力也没有，说这个用胁迫的手段抓住人家的短处，说逼迫他与自己发生性关系，否则的话就要把他的这个隐私之类的，或者是他的犯罪情节，或者是他的一些。
就是把柄吧，公之于众，用这种手段，这也属于强奸犯，强奸犯罪，尽管你没有暴力威胁。所以说，这是比较大的几个啊，就是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，其次是胁迫手段。那么还有其他手段是什么东西啊？那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暴力、没有胁迫的前提下，与妇女发生的性关系也可能被定为强奸。你比如说，比如说这个妇女呢，酒醉的状态下，或者是昏睡的状态下，或者某些特定的场合下，甚至说这个妇女误认为呢，使这妇女误认为呢，这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是自己的丈夫或者是情人。男人利用了这些情形，与妇女发生了性关系，那也可能，也还有可能呢，定性为强奸犯。因为尽管没有暴力，没有胁迫，但是呢，在对发生性关系呢，妇女并没有表示同意，而是当时酒醉昏睡，利用这个状况，与之发生性关系，过后也能定成强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跟暴力相比，暴力犯罪相比，在处罚上，在判刑上相对可能要轻微一些，定性上也能定为强奸。另外，有些案子里啊，个别案子甚至这个妇女本身也可能啊被定为强奸共犯。你比如说一个妇女帮助一个男人对另一个妇女实施强奸行为，她帮着摁腿、摁脚啊，或者语言胁迫啦，或者帮。在男人方面予以恐吓，这个胁迫了，这些情况下呢，这个同案这个妇女呢，也可能被定为强奸共犯。所以说，有的案子开始好多人看了觉得奇怪，说哎，这个怎么女人本身也能成为强奸犯呢？那往往它是指强奸共犯，是指这个在强奸主犯实施强奸的情况下，他予以了帮助。这个一般对强奸犯罪的定义就是这样：以暴力相威胁，或者是胁迫，或者是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，与之发生性关系啊。关键这个暴力、胁迫等等都能证明是违背其意志的啊。这个一般定义是这样。这个强奸犯里面呢，有一个这个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这个对幼女实施的这个。性犯罪就是奸幼女罪啊，这种犯罪呢，他这个不需要暴力胁迫，等手段，管幼女定义是14岁以下啊，不管这个，是否这幼女同意，只要与之发生了性关系，那么就都构成，这个奸幼女罪。属于强奸罪的一种，而且是要重判的一个，这个强奸罪。所以说，这个法律上的对幼女的权益保护呢，比更重视。这个，所以说严重影响这个幼女将来一辈子的身心健康嘛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个即使幼女是同意的，那这种呢也作为强奸重罪来处理，一个特殊了。那另外一个不一样啊，我刚才讲了，一个是否有暴力威胁，是否胁迫、要挟啊，在幼女对幼女奸幼女罪这个情况下都不需要的。另一个啊，这个与成年妇女发生性关系，这个定为强奸，它的前提呢得是生殖器插入，这叫强奸。幼女这个不是这样，但凡生殖器有所接触，哎，这就定成奸幼女罪。所以说打击的是非常严重的，法律在这块是开了一个口子啊，一个奸幼女罪上开了一个口子吧，在实务中呢，这个不定为犯罪，只有一种情况，你比如说16岁以下的这个少男与不满14岁的幼女，是吧？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性关系，在这种情况下不定为强奸罪。不定成犯罪来处理，这个算是开了一个口子吧，这是这个因为年纪都比较小嘛，尤其这个
十四行为这个男方年纪比较小，对自己的行为缺少足够的认知，而且双方你情我愿的，这时候不定为犯罪。说法律呢，在这上呢稍微网开一面一点，但是你想想这个，尤其是搞刑法这个年龄界定啊是非常严重的，严格的啊。这个首先发生性关系这个妇女，14岁以上、14岁以下。生日差一天，那意义就大了，涉及到这个是什么呢？是否是这个犯罪了？你比如说，14岁以上，哪怕过了一天，双方你情我愿的，这就不犯罪。如果14岁以下，是吧？哪怕差了一天，那么你情我愿，即使你情我愿，那也是强奸重罪，因为定为奸幼女罪嘛。而男方14岁、16岁以上和16岁以下，这差别也是犯罪，而且是重罪与无罪之间的差别。所以说，这刑事责任年龄在刑法上的意义呢，这个把握的非常严格，有的甚至可以说让人感觉不近人情。为什么呢？你这插一句说啊，你比如说，这个犯人18岁以上，那可能就有可能枪毙，也不是说非得强奸啊，就是重罪可能枪毙。18周岁以下，即便是杀了几条人命，这法律规定他就不枪毙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他就差一天，对这个人的认知啊，他有什么大区别呢？但法律上只能在这块一刀切，因为法律不是一刀切，不是规定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年龄界限的话，那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，可能就带来这个徇私枉法，这个可能带来一个量刑的一个不准确。可能有害于法律的公正，但法律把它定的这么严整，这个年龄哪怕差一天，是与不是差别就这么大。对幼女的犯罪啊，相对的，只要是有，我刚才讲了啊，性器官发生接触，这个定罪呢，相对的那确认了，OK，那就是刑事犯罪，这个相对容易判断。但是这个与成年女性，就是14岁以上，也谈不到成年，反正不是未成年人呢，14岁以上的。这个发生性关系是吧？是否是强奸？是否是暴力犯罪？这点在实务中呢，总是这个挺难判断的。它难判断，实务上难判断的好多原因之一啊。第一个就是这个1:1的举证，因为一般来说，这个强奸罪啊，都是这个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在场情况下发生的啊。在公开场合，这种强奸犯罪是不？这种肆无忌惮的犯罪相对比较少，因为他没有人证，都是说女方说是强行发生的性关系，男方说是你情我愿的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往往很难取证。这个另外一个，首先发生不发生性关系是不？女方说发生了，男方说没发生，这时候需要验这个 DNA 啊。对这个身体排除物的这个就是检验吧，但是时间长了，而且证据没留下，比如说当时的衣裤已经都洗掉了，那这个首先呢有没有这种行为，如果男方极力否认，相对来说呢就不好判断啊。但即便是说性关系能够确认确实发生了，但是呢一个说是你情我愿，一个说是暴力侵犯，那到底是不是也是可以说是不好判断，到底相信谁的？这个呢，要综合当时的环境、各方面特点判断。那往往呢，在这个最后是鉴定不了。这个你我在司法实践中，我是遇到这种案子啊。这个女方坚持说发生性关系了，男方说没有。后来这个女方提供了当时发生的就这个衣裤，这个申请鉴定。也鉴定了，上次只看出女方的排泄，这个身体体液的排泄，但是你检验不到男人方面的。另外一个，当时有一个女方的小孩子做的一个证明，证明男方呢从墙外跳过来，后来跟他妈妈发生口角，发生厮打，男方把女方呢这个摁倒在这个。放在这个大米，就是那个粮食那个麻袋上，那孩子年龄太小，
具体是不是发生性关系，孩子不明白，反正就发现是他的理解就是打架。然后是不是跳墙过来的？男方承认了自己是跳墙过来的。为什么跳墙过来呢？因为呢，他家的鸡飞到这个隔壁家女的家了，然后他跳墙过来取。为什么不这个敲门去要？因为以前呢，因为这个事情，自己的鸡飞到女方的家来，这个敲门要，女方不给。后来这个男方怀疑这个鸡被女方给杀掉给吃了，所以双方还发生过口角，这有村民证明。现在呢，这个，这个双方也打架了，确实有发生口角，就无缘无故跳墙来找鸡，然后因为这个发现就发生口角，但是没有发生性关系。男方的这个极力主张这个，最后闹来闹去这案子定不了，过了半年左右，女方卧轨自杀了。要这案子重新又炒作起来。当时我在检察院工作，这个连人大带妇联带女方的村民都到检察院来告，往市里头反映，往政法委反映，认为检察院也是贪赃枉法，所以说呢，把这个嫌疑人就是男方给放掉了。但这个案子我那时候还年轻啊，作为这个助理检察官，我经过这个案子，就我看来。我们这个定性，当时前提还是完全没有错误的，确实是判断不了。这是区检察院报上的这个案子，我们再三讨论，这个检委会大家综合讨论，确实定不了，慎重之慎重，最后没法决定批准逮捕，最后把男方放掉，最后这个女方自杀了，他的社会影响大了，结果这个主办的检察官和当时助理的我都受到这个调查。一圈下来也没发现，是收贿赂这个行为。我是具体办的案子，我是知道的。但是群众舆论一上，尤其现在是好多年前了，那现在这环境，网络一推，那这就完了，这就成徇私舞弊、贪赃枉法这网络上就给定性了，就非常不好办。所以说，那个强奸案第一个难点就是1:1的取证，双方各执一词，没有旁观者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，确实难以确定。第二个呢，判断强奸案往往依据是暴力的有无，比如说，女方会讲说是男的打她了，或者是要打她，要打她这句话是没什么，如果是打她了的话，那就得看到底有没有伤害了。这个实践中也不好定，也不是说一看女方身体有伤害、有抓伤，是吧？那就一定就是定强奸罪。比如说这个双方发生激烈的这个性关系的时候，也可能带了一些擦伤啊之类的啊。另外一个实践过程中，女方呢，如果事后准备报复男方，说男方强奸的话，她自己也可能给自己抓伤，所以这个伤的这个新旧程度是吧，也是一个按着判断那个标准，大约能看出来是不是当时犯罪时候，声称的犯罪时候的伤害，还是说事后新抓伤，是法医鉴定的一个把握的一个点。但是往往强奸案这个报案呢，他不是说当场就报案了，女方因为这个，自己呢，注意脸面呢啊，名誉不好，所以说。往往都持续了很长时间不报案，而且呢，往往想息事宁人，从男方要点赔偿就算了，再一耽误时间，后来就即使再有这个伤害，这个伤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伤呢，也说不大清，这也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报案的有无啊，我是没列这一点。这个发生性关系，强行发生性关系之后，女方在第一时间很快就报案，往往案子就好确定一些，当案子很长时间之后。伤是新伤旧伤不好确定一个，另外一个时间隔了长了，已经给男方呢带来这个，可以说对这个事深思熟虑考虑过了，所以说这时候再进行调查，是谁都不知道了，所以说这也导致案子呢不好确定，但是不是女方报案的时间短就一定不是强奸案呢？也不一定，就像刚才讲那个，这涉及到一个这个女人嘛，她是爱自己的脸面是吧？注意名誉，所以说报案晚也是这个实践中，经常发生的事情。
所以也不能说女方没有第一时间报案，就说强奸案一定没有，所以这也是实务中把握的一个难点吧。但往往第一时间报案，这个而且第一时间把犯罪嫌疑人捕来，限制其人身自由啊，对他进行审问，得到的证据呢，往往可信度更高。时间一长了，这个事情在他脑中过了好多遍了，说的话往往就鱼目混珠，就不好判断了。另外一个像这个。事后和解以及这个是否索要赔偿，甚至是啰嗦或者是勒索，这个说不清。你比如说李天一那个案子里啊，这个可以说这个网民都是各执一词，倒对强奸案的有无各抒己见了啊，谁都是瞎吵，因为他那个是轮奸了，五个犯罪嫌疑人，他们那五个人具体的口供一致不一致，这个是最关键的啊。但是那个。网上吃瓜群众他不管这些的啊，都是根据个人的喜好，有的认为这案子有的认为没有，是吧？有和没有很大的这个，其中影响的很大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女方曾经向这个李天一他妈孟哥呀，还有他爸李双江不是索要人民币50万，说开始是住家胃口大了不怎么的，反正要过50万元。结果这个李双江家也比较高傲吧，就没给，这造成女方报案。那么这好多网民认为，这个既然你要钱了，说明你是想勒索呀啊，你说明你这个目的不纯粹，一开始就是仙人跳做好的套，那么说明强奸案没有，这个你也不能这么说啊。这个事后是否索要钱财，而且索要的钱财是不是巨额？是不是有点这个勒索的嫌疑，是吧？这都是女方自己这方面的事儿啊，这是另一个问题，这都不能由此来确定是不是仙人跳，是不是女方当初与男方发生性关系的之前就设计好的，你这都不好说的啊。即使是女方呢，这个把自己这件事看得极其这个严重。从男方索要的不是50万，甚至要500万，甚至5000万，是不是？他不值这些钱，是真值不值？这是另一回事儿啊。但是你不能都用这个来就一定推导出，这个当时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就是女方设计好的。也许是事后女方痛定思痛，痛苦的练想息事宁人，考虑到不能便宜了这个男方，考虑到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啊、家庭的财产啊，是不是？这个首付之类有钱，所以多要点钱，哎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啊。他总不能说白吃了这亏吧，是吧？所以他要钱就要的比较离谱啊，这都可能的。而且每个人这强奸案的发生，对每个人心理的造成的影响不一样，有人无所谓了，有的呢可能把这当成大事。所以说这个钱财也没有一个自己心里的衡量伤害，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。这毕竟他不是万人嘛。你有无事后勒索这件事情，是事后索要钱财这个事情啊，顶多是个参考数字，参考情况，参考因素，并不由此就能说明倒推说明当初发生性关系是不是一定是仙人跳，这个都不好说的。在实践过程中要考虑还什么呢？比如说这个双方身体力量对比是吧？这个。还有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状况，这也是这公安在办案过程中呢，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女方声称是发生强行暴力发生性关系了，就警察首先要考虑说，他这个地点是吗？是女方为什么这么个地点？双方没人到郊外了，或到什么地方，或者在宾馆哪？女方为什么跟男的要到这个地方来，是吧？如果不是被男方胁迫过来的话，他自愿怎么来到这么一个自己不常来到的、不熟悉这么个环境，是吧？如果来到这个不，就是说来到这么一个自己本女方正常情况下不会来到这么个环境，大体心里头有个感觉，女方是不是自愿来到这个环境？往往这个你跟一个女方跟一个陌生的男人、不熟悉男人到了一个可以说相对对自己危险的一个环境。而不是胁迫来的啊，这个呢，定不上强奸的可能性相对就大，但是也不是说一定就定不上。没有暴力威胁胁迫让他来到这个环境，
那么他自愿来到的，他可以想象单身来到之后和这个男方有可能发生什么，自己身处一种什么样的危险的情况下，那么大体心里有个意向，这个情况很可能不是强奸，是双方愿意的，但这也不敢定性，顶多是个疑点，不排除好多案子啊，女方呢这个年轻无知，天生缺脑那种，说就跟着来了，没想到男方突然对他实行这个暴力侵害，是吧？也不排除说刚开始来的时候情绪挺好，有这个愿意和男方这个发生一夜情之类的啊，但是你中途变卦了，是吧？那这时候这个到最后临门一脚中，女方不愿意了，那男方非得强行强迫，这也是强奸。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来到这个场合的啊？这个虽然不能说为什么来到这个案发现场呢？来考虑女方到这是不是自愿的，是不是情愿的啊？但话说回来，我刚才说了，即便女方自愿的来到这个场合，也不一定能定性最后的结论就一定是强奸或者不是强奸，都说不好，要根据事后发展这个情形来看。另一个呢，要考虑这个男女双方这个，就环境因素还可能要考虑这个，当时比如说女方一喊，周围就能来到人，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比较僻静，但是你隔壁一桌人正打麻将呢，声音多高是吧？这个隔壁喊人，马上人就来了，那这个女方为什么没喊？是吧？这也是实践中定性，当时她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，这也是个参考值，但是也不一定。那女方天然胆小，你不敢喊的，被吓住了呢，主要还得考虑女方当时她的心理状况，好吧？就是这个男女这个身体特点这个对比了啊。实践中有这种案子啊，这个通常说强奸犯长得比较高大雄壮的，就女方给他造成恐惧的啊，所以一看那个身体比例，是吧？这个女这女方比较瘦小，胆量比较小，又处于那种环境下，这个就可信度相对高。但实务中遇到的案子也有这样，这个女的长得那个人高马大，男的那个头就1.6米。是吧？我在实践中遇着这种案子，而且那个犯人是，多少次了？入门强奸，敲门进去，单身女人的话，他尾随女人上楼是吧？一下子是要么敲门，要么一挤那个门不让女的进屋，然后呢抢东西，然后就强奸。长得非常矮啊，刚刚过1.6米，被他残害的妇女里有的长得1.7米几的，也有这种案子。当时我们在调查的案子，觉得奇怪。有的一个女的被这个男的逼迫下跑到4楼这个阳台上，直接从阳台跳下来摔残废了，也有这种案子。后来抓住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后，一直就奇怪，就这个身高他还居然实行强奸。后来我问过这个犯罪嫌疑人，我提审他时候我问过他，我说如果这个妇女反抗，这个比如说遇着比较壮的妇女反抗，你会怎么样？他就实在讲，他说实际他没什么胆量的。如果遇到妇女反抗，他就吓跑了，他自己会跑掉的。说那一般男女身体状况特点，是不是身高体壮，还是这个瘦小枯干，这个身体特点也大体上呢，也作为参考值来判断这个是否是暴力，或者是暴力威胁发生的强奸，但是也不好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一定身体对比就敢定性，只是个参考值。实务中往往出现一些让我们匪夷所思的状况。还有在这考虑这个强奸案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不发生过性关系的时候，因为双方各执一词嘛，男的讲没有，女的说有，那么到底发生没发生？在实务过程中呢，发现疑点的时候，往往是反复盘问，看这个，比如说女方提供证言的时候，她的前后话上有没有矛盾呢？他讲的时候现实不现实啊？是不是？也是这也是做一个参考值来考虑的。实务中遇到这种案子啊，女方坚持称发生性关系了，男方说没有。后来具体问来问去是在哪里、怎么样、前后这个这怎么说前后这行为的这个顺序啊？在什么地方发生这种性关系？怎么个强迫发生的？越问最后发生疑点，最后女方承认没发生这种性关系。通过这种实务中案子啊，
这个女方个子比较高，男方个子比较低。女方甲是在哪哪个树林里头，他骑自行车经过那个地方，被男方胁迫进树林，然后呢，这个就发生性关系。这个男方呢，用自行车车锁，这个要勒女方脖子，暴力威胁嘛，强行与女方发生性关系。那个具体怎么发生的，最后是女方讲。是男的把他摁倒在这棵树上，这个推着树，就是说把他推到树上发生性关系。具体到现场还这侦查现场的时候，公安也去了，去看这个树的具体位置，一看就有疑点，因为女方个子比较高，男方矮呀，这个树你再加上树根的地方是吧，都树根部都土啊什么的，成一个坡状。女方靠着树说，男方个子比较矮，从这个身体状况就不可能发生这个性关系。就女方讲那个前后，说具体指认那个发生，这个发生侵犯的这个地点上，啊，照女方描述这个前后行为，男方做不到这些。所以这个案最后这个详细问过之后，就告诉女的要做伪证，诬告陷害会怎么样？之后女方承认了没有这个事情，她是为了报复这男方，她讲那些话。考虑到这个强奸的起因是因为双方打好性交易，结果女的没去履行，考虑到这些情节，那在量刑上对男方呢相对要轻松，判轻一些啊。但是呢，在定性上定强奸是跑不了的。还有呢，这个就是。我刚才说了啊，这个强奸案，除了一些这个，一些物证，比如说撕扯的衣服，这个，男女生理排除这些体液这些证据，还有这个女方是不是被暴力侵害，被殴打呀，身体致伤这些物证以外啊，这些东西是相对是比较少的啊，更多的呢，主要是看。双方的证人证言了，是吧？那这时候这就涉及到一个东西啊，那这个人呢，他是相对比较，说的话比较让人诚信的人呢，还是说这个人说的话本身就不靠谱，是吧？就这个涉及到，嫌疑犯与受害人证人案件，他们是当事人，但他们说的话也是证人证言啊，他们的话这个。他们的证言，是否有说服力这个问题上是吧？这也是个比较微妙的问题。你像在西方，在美国啊，他这个司法实践中非常有明确的倾向。你比如说你这个，你根据你的身份地位、你的职业，你每个人说话的这个，就你的证据，你说话的证据力的大小、真实性如何？这个是很容易，这个不，这是会影响到这个法官和陪审团呐、对这个你说话这个的真实性的一个基本的判断的。你比如你是大学老师，医生、律师说的话呢，相对呢，陪审团就会认为你说的话比较真实。你比如说前一阵。是哪个美国那个选的大法官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同事啊，就当年的同学不是告诉他30多年前强奸嘛，听起来话挺不靠谱的，但是那个人的身份好像是也是相对比较有地位的人，那么你一般公众倾向于他呢，不至于撒谎，但是，你比如说这个女方是吧，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是吧，比如说她也是这个。有身份、有地位，是不是有职业？这种人呢，他的话容易让人相信一些。但如果他本身他就是个这么说，这个性工作者、卖淫女是吧？或者他一贯对这种，就看他的平时生活，对这个性关系不太在乎，比较乱来的那么随便的一个人，说的话来说呢，就不容易让你相信。但在中国法律上啊，因为我们。强调的是一个什么呢？这个，人无论什么身份地位，他这个至少，他这个不能与人的身份地位
来决定他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啊。虽然这么说，但实际中呢，在司法实务过程中，对这还是有所考教的。你比如说李天一那个案子啊，因为这个最后被侵害的人是吧，年纪呢，这涉及到年纪也比李天一那边孩子要大。另外一个女的本身就是陪酒女，陪酒女郎，你这种情况，她的话有多少证据力？她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她和咱们普通说的良家妇女相对，就是标准定义的良家妇女，比较啊，她的话呢，相对的就不太容易被人采信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就因为她就是陪酒女郎，那么她所说这个情节。就一定是假的吗？就一定是仙人跳的？你又不能去说。甚至有的这种案子啊，他就是一个不光是陪酒的，他就是个卖淫的啊，就是说就是到宾馆去这个给住宾馆的男人提供性服务的是吧？双方都谈好了价钱，结果这女的因为什么原因她就不愿意了，她就是卖淫的，但她不愿意了。男的这种情况下打她，殴打她是吧？男的这个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他妈说好价钱了，我也给你钱了，你倒不干了，打了发生性关系了，那这个女的去报案说强奸是吧？如果这个情节坐实了，那还是强奸。男的就说这说好了，这是一种合同啊，就从民法角度这不是合同吗？你情我愿的是吧？我买你卖呀、啊，那你不干了，你违约，我当然得强迫你履行你的这个合同义务啊。那你不懂法，法盲会这么认为。但你这是性交易啊，这本身是为法律所不容的。即使开始这个女方同意的，后来女的临时变卦，临门一脚变卦了，你这个男的，你这时候不知道恼羞成怒，而不知道这个当时及时终止这个行为，那强行发生性关系，那就是暴力侵犯，那也是强奸。这个啊，就是，即便女方是卖淫女，是吧？那他说的这个强奸，你也不能一定排除不是强奸。所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决定是不是强奸，一定发生或没发生的这么一个依据，但是都是可以参考的因素。回顾那个李天一那个案子啊，这个大伙都觉得一群无知少年与比他年龄大的这个卖淫女，发生了这个不是卖淫女，酒吧女啊，发生这个性关系。女的呢，号称是白领，她业余兼职一直做这种事情，以前好像也跟别的客人夜里头都出去过。那么，好多人看这个情绪，就看这个事情之后情绪发作，就认为这是对这个李天一那么一个青春少年那么一个侵害，就泼脏水、仙人跳啊，这如何如何啊，这都不能定性的，不能那么肯定的说。我再说一遍，像那个案子啊，是属于这个涉及到未成年人，又涉及到这个强奸犯，这强奸犯罪涉及到隐私的，所以法院不可能公开审理。关于这个案子具体的这个行为啊什么的，当时的情形的细节都不能公布。我们作为局外人啊，我们也没参加庭审。也不是司法机关相对处理案子的人员，我们不了解内幕，我们真不好说那个案子一定是强奸，还一定不是强奸。你像那个案子考虑到好多东西，像考虑女人的职业，是吧？而且以前是不是也有过和别的男的夜里出台这个经历，是吧？但是这些都对女方不利。但是呢，另外还考虑，比如说，这个女的跟他们进宾馆时，电梯里头是不是有殴打这种情形，是吧？但有殴打，那就说明这个胁迫进去的对女方有利。但即便没有殴打，也呢不一定说就是女方，进宾馆是愿意的，进房间是愿意，但是也未必说发生性关系，当时是愿意的。另外一个，即使发生，你一个单身女人跟五个男的，是吧？这个进房间喝醉的这个少年无知少年，这有人说可以想象进去之后对他身体有侵害的，看到具体东西啊，但从整个案子弄下整个这个情形我刚才讲的啊，关键是看，五个人在房间之内做什么的相关的口供啊，
这个按顿轮定轮奸也不能说一定是错的啊。然后男方说不清楚，稀里糊涂在公安这个办案人员的反复追问甚至诱供之下，就说这个强行发生的关系甚至有暴力，最后给定性翻不了案的，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。这么说是有道理的，但是呢，可以这么说，即便女的进宾馆的时候，她不反对与这五个人发生性关系，这件事，但是进去之后，在临时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女方因为什么原因不愿意了，比如说李天一或谁打她了，她不愿意了，那这时候，这个男人相继对她发生暴力侵害，说以暴力或者殴打、威胁与她发生关系，那也是强奸、轮奸，那也跑不了。这个案子最关键，我们讲的啊，女方的职业，她的身份，以前有过没有陪男人夜里出过台，还有说在电梯里进宾馆时候愿意不愿意，是否遭到殴打，这些都是参考值。而最关键的什么是进房间之后发生了什么？发生性关系这是确定的，发生性关系之前女人的心理状态，她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如果不愿意的话，男的是不是打过她或者暴力相威胁？这个案子能不能这个定呢？如果这么说啊，如果光是李天一或者谁某一个人的话，这个案子确实不好定性。如果前头考虑到我说女人的职业跟男人出过台，另外一个进宾馆前如果啊也没有说暴力这个迹象，监控录像什么也没看着，那这案子就定不了了。因为进宾馆之后又成了1:1证据，一方说发生关系是基于暴力，一方说是你情我愿的，这个就说不清了。包括女人身体后来所有伤害，那你都说不清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伤害如果时间过长才报案的话，那伤害也快愈合。另外，不知道啊，你女方你自己抓自己，把自己抓伤的，男的没有打呀，这都说不清了，成1:1证据。好在这案子呢是好在对女人谈不到好在，反正是轮奸嘛，五个人的犯罪。那么你。公安在调查过程中啊，把五个人隔绝了，相互问他们的口供，通过他们的口供前后是否一致，一致点在哪里是吧？不一致在哪里？通过这个比照这个口供，能确定他的真实性。而我们的吃瓜群众呢，也看不到这些口供，怎么说的啊？我说了，未成年人犯罪，另外一个是涉及的性犯罪，这个呢，也不公开，也不公布出来，所以我们看不到。你看最后这个案子，李天一判的比较重啊，别人判的比较轻，那别人可能认了，李天一没认。那么最后来说呢，而且李天一是第一个用暴力或者是以及第一个发生性侵害的，天一呢判的比较重。另外从当事人的这个受害者，这里还有一个受害者对这个他的原谅如何？如果别的人呢已经给予道歉或者给予物质赔偿，而李天一家坚决拒绝的话。那么呢，这个受害者呢，不对李天一呢表示谅解，那么呢，李天一判的重也是很正常的。这个啊，像强奸啊，我刚才讲这个很难的，就我刚才讲的都实务中考察的要点啊。往往呢，即使考察这些，但是实务很难确定真实性，还是比较难。我为什么咱们说这么难啊？我刚才讲，主要是1:1的证据，只能很多情况只能靠口供，而没有这个身体伤害，没有撕破的衣服或者是排泄的这个什么男女的分泌物，这都是没有这个东西都洗掉了，你很难判断，那只是依据口供，而公安反复调查口供中，往往当事人啊，这个犯罪嫌疑人。因为自己的年轻无知，不懂得法律，是吧？稀里糊涂的，没那么严重。比如说，男女是半推半就这个关系，女后事后翻脸，说是强奸，这也有的。我前几年这个遇的一个案子啊，这我可以说，我一个小伙子啊，这个被指控，被他的这个平时的一个好朋友那个女朋友啊，指控为强奸。这他对我现在都感激涕零。为什么？其实可以这么说。我把她从刑期里给救下来了，一个小伙子啊，非常漂亮，也挺高大，那么小伙子搞音乐的，一看就让女孩子喜欢那种。在杭州呢，跟几个好朋友这个喝酒，年轻嘛，喝酒喝多点，然后他住在上海，那个众多喝酒的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女孩子啊，就那个
给他报案的女孩子啊，都是他过去的同学。这个女孩也有自己男朋友，那不住在一起。这小伙子自己已经有妻子了，还有小孩，这都喝多了，别人都走了，他把这女孩就送到自己的这个送回自己的这个家里了，送到杭州家里了。结果酒精之下稀里糊涂就发生这个性关系了。醒了之后还没能走呢，女孩子寻死觅活，喊天哭地的。这女孩，我觉得这个表现很奇怪，你很难说她是仙人跳，但是呢，反对这事儿就是不满，她就自己觉得没脸见人了，然后不断的这个要跳楼那个姿态，住楼很高的，这男的也吓坏了，就不断的拦那个女的，他为了拦她，这过程中就发生这个撕拉嘛。然后呢，女的衣服也有拽坏的地方，另外这个女的就等于打这个男的，这事后啊抓伤，把这个男的这个肚子或者胸啊这个肉都给抓伤了。在这个男方男小伙子表示你多少钱都行，要多少钱呢，女的冲他要200万、这个男的是快崩溃了啊，也自己回来都要自杀了。后来他跟我讲，3天之内他瘦了8斤，我还挺羡慕。我说你这个，我老减肥减不下去啊，你这3天瘦8斤，这也太让我羡慕了。我就跟他开玩笑，他是哭笑，他当时都哭的不行了。马上东北人要回东北，把自己的房子都卖掉，然后给这个女孩子还钱。我整个喂下来，我知道这就是一个酒后俩人的乱性。帮他应对啊，这个。事情挺复杂，我就简短接说，就是后来女的不断的发信给他要钱，他那是已经给了女的10000了，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给了，越给越证明心虚，对吧？他现在就从你勒索钱的，所以每次给他来微信，我都告诉他你怎么回应。最后女的看要不了钱，上公安报案了，杭州警方不断的把这个男的提去，就问，每次去之前，他都到我这来。问我怎么回答，我说你就把握一住，把握一个。我也是问他来回，我说我是来回问过他情节，知道他确实不是犯罪啊，确实听他讲的非常真实。我说你要一定要注意一个，警察无论问你什么，你都可以回答都为什么，就涉及到你是不是暴力，对那女的实行暴力没有，你要一定讲清，非常清楚告诉没有。关于这个发生的撕扯，都是发生性关系之后的事情。你身体抓伤是因为什么呢？你被抓伤是因为女的要跳楼，你去拦她发生，一定这个讲清。果然这个警察一留，他就留1天呢，在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分局里啊，来来回回问，一会儿唱红脸的来，一会儿唱白脸来，轮番轰炸，他自己都懵了。他后来跟我讲说，许哥你要不教我那么问，我早就糊里糊涂我就认了啊。包括警察变着法问他，你是不是按他手了，你是不是压他肩了，反正问你这各种花样来拷问他，就是你是否有暴力。他说问我昏头在向，一问1天我都没吃什么东西啊。每次一涉及到这个，许哥你告诉我之后我都特别注意，一问到这个我都很清楚，告诉没有没有，这算他过关了。那段时间一个月里是瘦的厉害，后来这个情绪也不行，这个每次警察让他去他都先跑到我家来。后来不警察不找他，他也受不了，他已经坐下病了啊，总到我家，我后来我都受不了，我说我也忙，你老来我这干什么？他说许哥，我到你家坐着才安心，我否则的话我睡不着觉，在自己家里我睡不着觉。我说你自己老婆孩子都有，你跑到我来，你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？说我就讲我睡不着觉，我闹心，我出去散散步。他一开车到我家来，一坐很长时间，什么话没有。我坐在你这啥意思，我这看他也哭笑不得。后来这个警察也不问他了，他也心慌，说警察怎么不来找我了。我说你这点破事儿，警察已经确定肯定不是这么事儿了，那杭州人现在忙着 G20 分会，哪有空管你呀、啊、这件事下来，他是对我刚才说挺感激，但是我也是从这个案子办案过程我了解到，就他受到这个轮番轰炸，这警方这么密集的这么来回调查啊，如果没有我教他，是吧？他可能这么自己给栽进去了。稀里糊涂说的话成苦供了，牵制画押了，以后再改就难，你再翻就难办了。
实践的过程中吧，啊，这个强奸案的这个不好定的这么一个地方啊，不好确定，因为就两个人的事件，两人是1:1，所有的这些参考字我刚才讲了啊，警察办案要看这些东西，但也不一定说这些东西有了就一定能定案，它总是个综合参考，就能排除，就是主要来确定，当时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，就这么回事。